邀请，谢谢沈老师。首先我代表我们学院向复旦大学艺术哲学系的成立表示热烈的祝贺。那我的致辞呢，应该可能跟我的经验有关啊。那我刚才那个沈宇冰教授对这个100多年来哲学和艺术史之间的纠缠做了非常深入的学理的分析。那我从一个实践者，一个入艺术史30多年的一个教员，一个在西方也生活了30年的一个教师的一个体会来谈一下自己的经验。那我是1990年进入这个领域的啊，那以前也不是学艺术的，学艺术史的啊，业余爱好艺术史，1990年的就进去了，在耶鲁大学读这个艺术史系。那么仔细的回顾这30年这个东西呢，就想起了当时这个耶鲁大学的艺术史系啊。那么如果我们今天来观看一下这个艺术史系在美国和哲学系的规模来比较的下，那么在四大人文学科当中，我们说艺术史、历史、文学还有哲学这个四个系里面呢，英语系和历史系总是最大的，就相当于我们的中文系和历史系人文学科里是最大的。艺术史呢，恰恰和哲学系的规模差不多。艺术史系呢，欧洲的比较小，相对的比较小一点。刚才维也纳是6个人，那美国最大的嘛，差不多艺术史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差不多有30个人。哈佛大学嘛，大概20多个人。耶鲁大学也是20多个人，所以规模比较大。哲学系，当然它被分掉了啊，以前我们都可以在哲学系里面的。那么哲学系呢，也一般是20几个。通常比艺术史系呢稍大一点，那么有的情况它比艺术史系还小一点，有这个情况的啊，就小一点的。那么大学的这个艺术史系呢，虽然就是说沈老师刚才讲到了他做了分离，其实你仔细的看这两者的关系其实还是非常的密切的。我读书的时候呢，当然这个老师他都是按照领域来分布的。那么在耶鲁大学呢，我所在那个系里面呢有2个大学教授，也就是在这个学校里面层级最高的教授，比蒋习教授还高一级。2个大学教授呢，有一个呢他的书被翻译成中文了，他叫 George Kubler，叫库布勒教授啊，他写了一本很薄，但是影响也很大的、很抽象的书，叫《时间的形状》啊，我们中文翻译成《时间的形状》，非常的抽象那本书。但他同时呢，他又是哥伦布发现南美洲之前的那个早期的南美的艺术的一个重要的、非常重要的学者，也可以说是开拓者啊。那么他是我们这个学校的大学教授，艺术史系的。另外一个大学教授呢叫 Vincent Scully， 是特别著名的一个建筑史家。那么他写过一些很重要的书，包括现在美国的一个最重要的建筑奖是以他的名来命名的啊，以他来命名的啊，查理斯王子也得到过这个奖。他同时，他也由于他的写作推动了美国当代建筑、现代建筑嘛，还有建筑和城市主义的关系这样的东西。同时，他是一个非常出色的批评家，建筑的批评家。喜欢他的人非常喜欢，憎恨他的人也很多，因为他带有非常主观的推动他的那一套美学的理念的这种倾向啊。
那不受他这套美学理念的人，就不接受他这个人呢，就对他呢很有批评的意见啊。此外，我还讲到另外一个教授，是研究美国艺术的，他的研究呢，他写过一篇很著名的文章，叫《Mind in Matter》，啊，这个叫 Joyce Prong。他的著作我网上查一下，可能还没有翻译成中文。他是现在还依然相当红的一种理论，叫物质文化的一个重要的推手，也可以说是应该是前驱吧。那么他呢，就是在过去研究我们的所谓的美术、建筑、雕塑、绘画之外呢，他一直推动的就是研究家具啊，研究室内的巨珠啊，他开课的时候呢，研究冰箱啊，室内的装饰啊，就把一些过去我们认为比较不那么高大上的东西，也引进了这个艺术史的这个研究之中。我举这三个老师的例子，其实我跟他们都不认识啊，认识一个啊，他早就把我忘了，就是那个斯卡利，我做过他的助教，他教个大课，通识课。那么我举这个三个例子的，就想说明，其实哲学从来没有离开过艺术史啊，美国呢，其实是这方面呢是还是非常重视这一方面的。